有一种职业，看到尸体不会报警，还会对尸体动手动脚的。私家侦探，我们五个不仅是全世界最棒的政敌，更是全世界最棒的侦探组合。小屁孩，你谁啊？我就是野田昊，没有儿。侦探这个行业是要讲究天赋的。 气味里蕴藏的密码远比文字丰富的多。林天玄，你真文书来了？靠，你狗鼻子呀！这样的徒弟你还不收？更不能收了，把这放在我身边，气态我的隐私，践踏我的尊严。不要工资，不要分红，所有盈利所得全部归你。尊严？没钱谈什么尊严？好徒弟，成交了。总觉得我漏掉了什么细节。我现在不怀疑任何人。你在怀疑所有人？ 故事应该从哪方面说起？唐岩呢？出去了。出去哪里了？美国。美国？这什么牛逼？你怎么说他去火星了嘞 ？Yes。